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丰收每周新闻。教会今年继续举办为期六周的暑期儿童夏令营，时间是6月28日到8月12日。夏令营招收 Kindergarten 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小班教学名额有限。活动内容有圣经学习、课业辅导、运动游戏、美术工艺及校外教学等，今天起接受报名，早鸟优惠至4月8日截止，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另外，教会还有课后辅导班 After School Program， 目前仍有名额，欢迎推荐。接下来请看负责人 Jalen 的介绍。大家好，我叫杰琳，我是我们教会的 After School 跟 Summer Program 的校长。我今天想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我们的 Summer Program 征情的时间已经开始了。通常父母想到小朋友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关心我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好玩，我小朋友会不会学到什么东西。当然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用一个短的故事让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教会的对孩子的诠释是特别的重要。我相信很多我们教会的长辈们可能不太认识我，可是我知道有些人是从以前的葡萄园教会来的，我自己也是从葡萄园教会来的。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教会，我觉得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我家人，神也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恩典，他给了我旁边很多很多爱主也爱我的长辈，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主日学老师。后来我年纪大的时候，我离开了教会。我年纪越来越大，我越觉得命活得非常的复杂，也很痛苦。可是我再怎么样，不想回到教会。虽然我有这种想法，我还是会偶尔花一点时间去祷告，或是会想到我以前小时候在主日学学到的东西。因为我们阿爸天父是一个又有耐心跟爱情的神。过了15年的时间，神把我带回到家。我到现在一直感觉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么好的主日学老师，这么好的长辈帮我盖了这个基础，我才会有这种机会真的认神还回到教会。圣经有写，还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小朋友的眼光是一个完全清白的，所以是这个原因，我真的认为来让小朋友们认识跟喜欢教会是非常的重要。我们 Summer Program 是6月底开始，可是现在就可以申请，你越早申请越有折扣，希望能看到大家的小朋友在我们的2023年的 Summer Program。 谢谢大家。上周六有近90位弟兄姐妹参加细胞小组事工训练，大家收获满满。丰收灵粮堂是一个小组教会，除了主日崇拜装备课程之外，教会还有许多的小组，每周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聚会，敬拜祷告，学习圣经，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希望教会的每位成员都能有一个自己的属灵的家。为鼓励尚未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加入小组，三月每一个主日服务台都设有加入小组咨询处，来帮助弟兄姐妹找到合适的小组。接下来播放一组简讯。新一届慕道受洗班将于3月19日开课，今日开始报名，欢迎尚未信主的朋友参加受洗班，请至服务台报名。电话报名347-510-7689肖师母，或者917-561-2526 Priscilla， 欢迎大家邀请朋友参加，同得福音的好处。今日陈明丽和冉燕飞律师将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弟兄姐妹提供专业快速的解答和方案。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下午12:30到1:30，地点在教会的马可楼。今年的夏令时间将于下个主日3月12日凌晨开始，请于周六入睡前将时钟往前拨一个小时。手机等电子设备通常会自动调整，请大家留意时间的改变，按时参加主日崇拜。2023年以色列深度之旅学习团已额满，即日起不再接受报名，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本周的丰收要闻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会，愿神祝福您。